Chang'an 迎来第一缕曙光，遥远的罗马正长夜未央，缤纷的世界昼夜轮回。从古至今，一条丝绸之路从起点到终点，连接着长安和罗马两个孕育了东西方文明的摇篮。我们从何处来？今天之所以有今天，一同回溯过去。当长安遇见罗马，他们的光芒交相辉映。从历史走到今天，东西方从未停止相互注视。无数次的不期而遇，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？百集 4K 微纪录片《从长安到罗马》，首次采用双城记的平行视角，分十个主题，搭建中西文明索引。恢宏的建筑，璀璨的文明，传世的艺术，惬意的生活，尽管彼此皆无所知，但是他们谱写着想象，激昂和交融，传承着文明。从长安到罗马，相约多位知名中国专家学者，带着命题出发，探究谜团，与历史文化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。意大利著名的文化历史专家将通过耳目一新的观点，妙趣横生的解读，揭开沉睡古迹的层层面纱。2018年9月，从长安到罗马，在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高峰论坛上正式启动。从长安到罗马，穿越2500年的追寻探索，跨越15000公里的文化碰撞，带您走进西安和罗马的每一个角落，用全新的发现描绘出一幅东西方文明的宏伟画卷。China Media Group has been striving to do. 接下来，我们有请中宣，同时还有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吴宇先生。China Media Group, so we're looking forward to it. 是的，下面呢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先生登台。